回顾，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的神，我们教会从开始发展到今天充满了神的恩典。温国华教会是我们教会新兴成立的一个堂，今年七月才开始正式成立。今天他们也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节目，今天要先呈现给大家的是小号与钢琴二重奏 Shine Jesus Shine， 表演者是两个 Michael Liu and Michael Yao， 大家掌声欢迎。